各位好，我是李雪英，息息园主办可遇中学暨可遇小学的校长。我心目中的赞好校园是一个校园能够让所有的学生都在这里快快乐乐地健康成长。每一个学生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潜质的，有些可能在读书方面，有些可能是在创作方面，有些可能在运动方面。作为一个校长，我最想我见到我的校园是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各式各样的机会，是给我的学生成就他们的梦想，发展他们的潜质，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很阳光、开朗、开心、健康地去到成长。这个就是我觉得好的，赞好校园了。